哪里哪里，是那位好心有好报的绿檀婆婆，好心借出金凤凰，我才能及时赶到。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啊，我的梦想实现了，总算能够骑上金凤凰飞上飞翔，真是太棒了！啊，地图王，你是怎么找到绿檀的？啊，这个说来话长，让我慢慢说给你们听吧。 四大元素一齐，又加上刚才峭壁中那绝处逢生的力量，到十天外赤剑的能量将锐不可挡。如今只要天蒲通过对老天的考验，将天外赤剑交到主人手上，我的千秋霸业即将完成了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啊！ 我这把老骨头都变硬了，喂，地图王，你别靠那么近吧，请你往那边让一让，我老人家要伸伸懒腰。不行。 地图王，你太重了，你这样做金凤凰会失去平衡的耶，不如我们来换个位置好吧？来，让我坐到后面去。喂，你们后面的没事吧？这可是在天上，你们不要乱动哦，掉下去可不是好玩的。嗯，这一点都不像天蒲你说的话嘞。看来那什么天皇加蜘蛛真的让你长大了不少哎。那现在还要不要换位啊？当然换了。 我被夹在中间，快压扁了，再不伸伸懒腰，我的骨头就快僵硬了。好吧。啊！这样舒服多了。 我可以好好伸伸懒腰了。哎呀！妈呀！救命啊！快救救我！ 这麻烦，上来吧。坐好了。我看我还是坐你前边好了。
看来就要有一场雷雨了。怕什么？一般闪电只会打中最高那个，我们这些小个子不用怕被雷击中，后面那个才需要担心吧。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了。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下可好了，这旅途的千辛万苦总算没有白费，白花花的银子等着我们去领啊。金凤凰，飞快点儿！凤凰怎么了？快点带我们上去啊！飞了这么远的路程，看来金凤凰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对啊，更何况后面坐了一个大块头。我们还是让金凤凰找个地方停下来，然后自己走上去吧。嗯。沙漠中遇到的就是这只怪物和它的主人，是他们百般阻挠我向绿檀婆婆见金凤凰的。快啊！啊！哼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就是我们的敌人，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嘿！
凰伤势不轻，我们还是自行石阶而上，让金凤凰早点回去吧。什么？这么高的石柱要爬到何年何月呀？可是看起来也只能是这样了。哎，我还以为到了这里就只等着领银子了，没想到还要面对这么大的磨难，真是命苦啊。哎，金凤凰，你快点回去吧，我们会自己走上去的。对呀，金凤凰，这次真有劳你了，回去请代我谢谢绿檀婆婆。金凤凰，多亏有你，我们才能到达天外天外天，真是谢谢你啊。咱们继续上路吧。走吧。走吧。老公，别泄气，我们已经来到天外天外天，很快就可以找到草原寸水源短缺之谜，而你们的运镖任务也功成身退了。对，芳草说的有理，咱们赶快把事情办了，就可以回家了。耶！这走道实在没办法走了，怎么办呢？让我来吧。地头王真聪明，好，那我们先过去吧。老公，你先过去吧，我殿后。好吧。哎，明知道我老人家行动不方便，还帮我安排这么多惊险的运动，待我完成任务回去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。菩萨保佑。我快不行了，天哪！老公，快到了，加油！老公，危险！我抓住你了！天福，老公！天福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两个人都会掉下去。我们答应过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。现在这把剑就交给你护送了。什么？接着。老公。
头王。地头王。地头王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如果不是我要你跟着我们一起护送天外赤剑，你现在还在金沙国好好的做你的地头王呢，你也就不会。地头王果然是条讲义气的好汉，他三番四次的舍身相救，我实在不应该咒他被雷劈的，我真是活该啊。天父宝根，你们别再责怪自己了，别忘了地头王可是一心一意想护送天外赤剑来天外天外天的，这是他的心愿，我们应该继续前进，把赤剑送到镖主手中，完成地头王的心愿，才不辜负他陪了我们走这么一程。宝草说的对，我们一定要完成地头王的心愿，才不会辜负了他。对，我们也不能让乐天镇和桃源村的乡亲父老们失望啊。天福，芳草，咱们继续上路吧。走吧。果然是所谓天外天外天，再这样走下去，我看我们还真会走到天上去了呢。哎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哎呀，这到底是……救命啊！有僵尸！哎呀！宝公，你这是干嘛？天福，有僵尸啊！僵尸？僵尸长什么样子？我倒是没见过。僵尸在哪儿啊？前面呢？天福，小心点儿。我先去看看。不会动的，这应该是石像吧。原来是石像啊，雕的还挺像的嘛，吓了我一大跳。喂，你们看，这里还有两个呢，让我来研究研究。天福，救命啊！不好，宝公被抓住了！咦，又多一个！